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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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翻咗啲。你唔係咁啊？喂喂，唔係啊，咁啊，隔離東北水餃人少，你買條水餃擺度，跟住我哋攞翻。我先俾張單你，你推去嗰度嗌俾師傅。哦，同師傅哦，知道知道。即係一個雙拼，一個雙拼兩個單單嘅。排骨皮叉燒喎，我知道。我先整咗兩個單嘅俾你先。好啊。肉餅肉餅是不是好吃啊？肉餅真的好吃，我真的吃了十幾年了，都好吃的，不用吃了，行了，明白了。其實份量方面是 OK 的，一個缽仔裡面，我吃的，今天吃魚了，今天難得鋪到滿了，下面的魚是、OK 的，這個是15而已，如果沒有記錯的說話17啊，雙拼是17，是嗎？哦，對不住，這個17，阿倫爺這個就雙拼了，就26了。哇，你吃這麼好的，你叉燒，叉燒是煮叉燒，不是燒叉燒，好像是吧、煮的叉燒加個排骨，那就全鋪滿了青菜的。阿富婆那邊呢，富婆那邊是一個大肉餅了，好多菜啊，不是因為他的菜是納曬阿倫的菜。十多元貨仔的一個蒸飯，我決定跟兩位一起 share 住來吃。各位，我們是交換著來吃的，這個是曉曼給我的肉餅，乾淨筷子全部乾淨，這個是我給曉曼的魚腩。我以為我們公司只有一個人沒人姓的，想不到原來個個都沒人姓的。什麼魚的魚腩啊？皖魚啊？嗯，當是。入口呢，鹹香味，醬，跟住哇，腥味。當你以為好腥啊嘅時候，一殺而過，鮮味，個醬調得好靚，我會相信佢係新鮮嘅東西嚟嘅，因為嗰種嘅腥腥鮮鮮嘅味道咧，擺耐啲都唔係嗰回事。條魚個魚腩位嗰個地位喺我度啊，俾咗你啊，你食啦。好好而又好香。而且佢係蒸得啱啱好，一啲都唔會老。有啲煲仔飯咧，佢會蒸得嗰啲魚咧，好柴啊！係啦，好削咁樣，唔好食嘅。呢個係嫩嘅。蒸魚蒸完魚嘅魚汁撈埋啲，你屋企有冇會唔會咁食？我會咁食。揾個羹一畢埋嗰啲魚汁淋落個飯面度，哇！嗰、那個就好食啦。同樣地，佢呢個汁做到呢個效果。然之後其實 OK 喎，啲米唔係差米嚟嘅。上次我哋食元村嗰間咧，啲米就生啲嘅。就冇乜米香味，但係呢個咧點都有翻啲香米嘅米香味，好嘅。好啦，試下啱先嗰位靚仔哥哥同埋富婆都係好正嘅呢個梅菜肉餅。可以，肉餅可以，個肉餅可以。我嗌都肉餅不如。個肉餅我中意佢咧，嗰個調味嗰啲梅菜嘅味道。因為你肉餅你好吃，你要俾翻啲肥豬肉落去噶嘛，但係肥豬肉多其實會漏口嘅，梅菜當中話化咗嗰陣肥漏味，反而好吃，好好吃，加個肉餅。反正我諗要成兩兜嘅，一定要啦，啱曬。係啦，多謝你，多謝多謝。啊，多謝。你見有人煎麵分一半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係我咁冇計大餅出嚟，跟住分咗佢。唔係咁冇計啦，啲人俾咁少我，實在太中意佢嗰種梅菜嘅香味、甜味、清香味，同啲肉一溝埋之後產生嘅嗰種嘅美妙嘅組合。冬菇嘅清香、梅菜嗰啲嘅甜甜地、鹹鹹地嘅味道，加埋肉嘅嗰種嘅肉香味啦，各種蛋白質嘅甜味溝埋一齊，然之後。哇！你真係梅菜肉餅壽司，
一路入口是甜甜地啦，嚼下嚼下先係嗰種醬嘅鹹香味出翻嚟，都好食。但係煮嘅叉燒永遠唔及燒出嚟嘅叉燒咁香咯。但係佢嗰種嘅醬汁啊，煮個叉燒汁啊，甜鹹嗰個味都落得幾好，唔錯。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這些肉馬也好各種都好淋了個醬汁之後這些醬汁一滲落個飯度之後一口這些肉馬一口滿溢滿滿地吸收了醬汁的米飯過癮肉餅是第一位真的第二位是我這個魚第三位是飯第四位是可樂都是老城區好是啊因為我覺得比這裡的汁好吃一點汁好吃汁好甜好香的送飯一流阿倫一言驚醒夢中人因為無論你是叫什麼送都好他最後淋的都是那一殼汁來的 是真的個湯怎麼可以淡一點有味的粉葛味啊蘿蔔味啊那種都有但是奈何夠時間就不夠料他的料給多三倍到好喝很多但是五蚊雞你想怎麼嗯，在这吃饭吗？开了好多年，零三年。你那个汁应该是自己调的，老板秘制的。包汁，包汁，包黄饭有的。哦哦，咩都有嘅汁，吓得我啊！以为十几蚊个饭有包汁俾你食添。真系包汁，真系鲍鱼嗰个包喎。哦，一人卖几多笼饭啊？一百幾十個啦，一百幾十個。你如果食粥咧就早上早餐嚟食，好啊，同埋宵夜嚟食咯。有冇錢揾嘅啫？翻嚟啦，你睇一睇到啦，你喺天河嗰邊買算幾廿蚊一個飯咧。咁我甚至乎覺得天河有啲都冇得做，你冇你呢度咁好食啦。唔係啊，就乜就係要平咯，要性價比高咯。而家性價比好高啊！你呢個性價比，你屋企嚟嘅咩？唔係都要租金嘅。哇！好嘢，嗱一間咁樣匿埋喺都叫舊區嘅一角落嘅一個鋪頭度，佢有幾受啲街坊歡迎。啱先嗰啲人來人往嗰啲鏡頭，大家就已經係充分説明問題。十幾蚊個飯，仲要係有種滋味出到嚟，我覺得我可以好滿足啦。有機會行過路過過嚟試下呢間鋪頭好唔好？因為都可以食到一啲所謂廣州嘅滋味。廣州嘅滋味喺大酒樓度有，但係喺街邊嘅鋪頭當中亦都有。最後仔，你記住搖大抽大，實在全世界嘅人。